家靠娘，出门靠墙。这是我的位置。你的位置？那你喊他呀，看他答应吗？可是是我先来的。革命不分先来后到。怎么能这样呢？能不能慢点儿？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让媳妇给打了。新来的知青上来给我一大乌龟。哎，你看看，肿的不是太厉害吧？行，这是青出于蓝呐。这帮兔崽子比当年我们还猛啊！你们也不怎么样。一来的就打架，打起来还没完。你说说，你们南边北边打过多少架了？啊，这是要干什么？叫我说还是不累。要是累的话，哪有那么多的架可打？瞎说，就是因为太累了，心里边憋得慌，有火才要打架的。哎，当年我们可是从来没输过啊。没输过就能打？在这儿谁都不能打。书记，书记，那新来那帮知青又打起来了。看看你看看啊，这话音没落又打起来了。走，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是打架了？啊，太不像话了！你哭什么？你告诉我谁打的你？书记，没人打架，他想家了。刚才不是说你们打起来了吗？没有，没人打架。不会是女知青那边打起来了吗？女知青，这刚来就打架，这太不像话了。走走走，看看。真是一届比一届不成器。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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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就打架，还是个女同志。走，跟我到大队部。要干什么？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们要干什么？啊！男知青在旁边抱着他们，你们女知青都打起来了，怎么回事？是我跟董方起冲突，新梅她是为了帮我，这事跟她没关系，跟她没关系。书记，你看，你看，给我挠的一道道血口子，你看看呢。哎，书记，你老家哪儿的呀？你管我是哪儿的？东北五常的。哎呀妈呀，我老乡啊！我大姨家就在五常啊，我老去老熟悉了。你想家吧，想家哈！哎，我让我大姨啊烧些大米来给你，啊不，整点高档的，啊，哈尔滨农场，哎，苏联大列巴，哎，怎么样？一句话的事儿，哎，你看苏姐，咱们这算是半个老乡啊，那以后我就管你叫大舅了。哎呦，大舅啊，你要给我做主啊！行行行行了，我是出生在五常，一岁半就搬家了，谁是你大舅？说事情经过。这经过就是他俩欺负我呀！我一到宿舍吧，我就那个扫地呀、烧水呀，给大家做贡献呀。他一回头就看见他，把我的铺盖卷扔到了地上。你胡说八道！你闭嘴！你接着说。哦，我明白，不就是想找一个靠墙的位置吗？按说我不挑，但是他把我的铺盖卷扔到地上弄脏了，我睡哪儿啊？是不是？你们俩听见没有？太不像话了！不是书记，你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是他欺负。行了，你不用说了。
有你的脸这么样的吗？啊，到底想要干什么？刚打完书记又打知青，啊，我看解放全世界就靠你们两个得了。不给你们脸色看看，不知道地球怎么转。站好了，别抱着手，放后盾，手放后。还有你，等我接完电话，看我怎么收拾你。喂，是我是我，对，是新来一批知青，什么牛书荣，啊，哎，你们新来的知青里边有叫牛书荣的吗？我就是牛书荣啊。对，确实有个叫牛书荣的。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哎，好好的，好好。哎，站好。站好了，听见没？我说你呢，你站好了。你看看你，啊，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一看就是个挑事的料。你看看那个那个牛树荣，一看就老实巴交的，他能欺负你吗？我告诉你啊，今天的事记在你账上。你下回要是再敢打架，看我怎么收拾你！大舅，书记啊，是他们欺负我呀！书记，不是我。你行了。哎，你看头发。小牛同志，刚才来电话说，咱县的革委会主任和你爸是战友。我叫董方，我也是海城的。别信呢，你大舅可还没走远呢。我老家东北的，但是我的家是海城的。哎，真的真的，我是24中的。那个，你叫什么来着？牛书荣。牛书荣啊，你爸是个大官吧？是不是市领导？我爸疯了。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你看刚才那个电话，那书记吓得屁滚尿流的。哦，我知道了，是秘密吧？不能说，对吧？你放心，我这人嘴很严了，不会说出去啊。谢谢你啊。那个，我觉得刚才那事儿吧，咱们是误会了，误会。我是好心，你们没来过苏北，你们不知道，这儿到了冬天呢，那屋子里可冷了。哎，尤其是那个靠着墙那个位置，哇，那风啊，呼呼的，透着墙钻进来。我就是怕你冻着，我真的是好心。但我这个人吧，我这人就实诚，好心办坏事儿。哎，你能原谅我吗？前倨后恭的，真没骨气。这交朋友嘛，什么骨气不骨气的？舒荣啊，我看你就觉得特别的亲，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哈。哎，对了，我老姨家住的离这不远，我让他呀给咱们寄好吃的，啊，就这么定了，走了。哎，齐北，他叫你呢，他叫你呢，哎呀，他叫你呢。哎，咋叫你耿姑娘？你看他叫你呢。有何指示啊？我看你眼熟啊，咱们在哪儿见过吧？不可能，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肯定见过你。你是那个给我献花的女孩啊？
那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我记得。那好，我们都来了。有意思，你们两个小丫头有点意思。你才比我们大多少啊？啊，说话就这么老气横秋的。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回去。等等，这是你的吗？这都坏了，不要了。新梅，新梅，你等等我。姐姐，新梅。我还想跟齐伟多说两句话呢，我也想跟他多说两句话，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披头散发的样子，多尴尬呀！这有什么呀？你这样还是很好看的。新梅，新梅，周新梅，有你这样当妹妹的吗？到你哥这儿来下乡，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还在那新来的知青名单里看见你，怎么了？看见你哥了，高兴是不是？新梅，出什么事儿了？哥，妈不在了。哥，子博哥，你还在这儿跪着呢，你快起来吧，一会儿天就黑了。叔叔，你别管我，我妈她老人家走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甚至都不知道。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不孝的儿子。你真不起来啊？我不起来。那你在给谁跪啊？当然给我妈跪了。你跪反了，太阳从这边升起来，我们家在这边呢。我是劝不动你了，我回去找新梅吧。叔叔，我想明白。你想明白什么了？妈，您老人家走好，儿子在这儿对您发誓，从今天开始我会照顾好新梅，当个好哥哥，也会照顾好叔叔。您老的在天之灵就放心吧。谢谢你啊。你快起来吧。你看你裤子都破了，还说要照顾我们呢，先把你自己照顾好吧。回宿舍把裤子脱下来，我给你补补吧。走吧，走吧。谁的裤子呢？你哥的。我倒希望没这么个哥哥。你还不肯原谅他？他还发誓要好好照顾你呢。你信吗？他说的可认真了。我哥啊，这辈子只对一件事认真，就喜欢鼓捣那对破铜烂铁，一鼓捣一整天，什么半导体啊、破铁片啊，
净整些没用的。谁还没个爱好啊？我觉得你哥他挺好玩的。嗯，他也不是我哥，我也觉得他挺好玩的。问题是他是我亲哥，我们全家都指望着他呢。他但凡争气点，我们家都不至于是现在这样。哥裤子给我补吧。没事儿，我来补吧。你都哭了一整天了，眼睛都那么肿。再说了，这种针线活最费眼睛了。你呀，虽然嘴上嫌弃你哥不争气，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是挺向着他的。我被你说个都有点想我哥哥了。你哥当然好了，你哥现在在当兵，未来前途无量。我们家赵子博同学，哎，可就难说了。淑荣，淑荣，我给你把被子上的灰给掸掉了。哎，听说呀，哎，让一下，让一下。听说呀，明天要干重体力活，所以呢，你就早点睡吧。谢谢你啊。哎，谢什么？从今往后啊，咱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不过呀，你以后少和赵新梅在一起，她太凶了。新梅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说她跟说我是一样的啊啊！对对对，哎，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咱们是一类人啊，以后咱们三个人都最好的朋友。我们刚来那会儿也想家，可我们也就是打打架，你们倒好，还哭什么啊？丢不丢人呢？我告诉你们，这才刚开始，往后的日子比现在还苦，比现在还难。怎么着，要不要把你们的裤腰带解下来上个吊什么的？来吧，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什么意思？报告师哥，是于老三。于老三呢？到。干嘛去了？拉屎。拉屎之前呢？撒尿。撒尿之前呢？放屁啊。就是放屁啊，有什么可笑的？行啊，你小子精力挺旺盛啊。来，你出来。啊？我敢打赌肯定吃了，对，又吃了又吃了。啊，师兄这怎么了？你给我带这儿来干啥呀？拿来。什么呀？跟我装是吧？我真不知道，没装啊。只吃不带不算腐败，又吃又拿才叫大拿。没看出来呀，同道中人啊。啊，行行行行。这拉肉老香了，哼，行，就算我于老三纳到投名状，行吗？不成敬意。你以为这是水泊梁山呢？哪学校的？五十八的，啊，当然没上过课。于老三是吧？啊。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了革命小将与当地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啊？哎呀，没那么严重，不就偷一破腊肉吗？再说我给他们家留一块呢。就这块破腊肉，够老乡一家子人吃上一整年的。没那么严重啊，
头给还回去，就说让野猫叼走了，我给捡着的。下不为例。嗯。精力旺盛是吧？没有。好啊，那今晚上就别回去了，就在这儿帮大家伙看仓库吧。啊，你别让我睡这儿啊。我们这儿犯了事儿的，调皮捣蛋的，我全给关这儿。在这儿面面壁。不是，什么意思啊？啊，你别给我关这儿啊。哎，起来。开！你开的！你别我关，别我关这，关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新梅，新梅，你怎么在这儿坐着不回去睡觉呀？我睡不着，想我妈了。你不睡，我也不睡，我在这儿陪你待会儿。你别感冒了。哎，没事，我听着呢。你知道我怎么一下子就醒了吗？怎么了？我梦见我爸爸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我做的梦啊，是一个噩梦。在梦里边，爸爸他遇到好多危险。傻丫头，梦是反的，你爸肯定没事的，平平安安的啊。我也这么跟我自己说的。你说，要是你爸现在站在我面前，他会跟我们说什么？爸爸会说，回去睡觉。要是你妈妈呢？你妈妈看到了，她会怎么说呀？要我妈看见我们俩，肯定。也会说让我们快点去睡觉。我妈妈也会这么说的。新梅，新梅，你快起来了。新梅，你怎么了，新梅？我来那个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特别疼。啊，你躺好别动，我给你倒热水袋啊。起来了，你躺好，我给你请假去。叔叔没事了，我能坚持。
我们来是干什么呀？今天大伙儿来就是来疏通这道水渠的啊。啊，这都什么季节了，这水该多凉啊。待会儿还要一起下到水里去呢。下水？这不要人命吗？欢迎来到建湖农场，能干就干，不能干就靠边站。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你不能下水。你等我，我去大队部给你请假，千万不能下水啊！等着我回来啊，听见没有？我很快啊。舒荣，书记，书记，哎呦，小牛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啊。今天挖河道你就不用下水，到大喇叭那儿给大家念念稿子就行。书记，我是来给赵新梅请假的。新来第一天就请假，哪那么娇气啊？不是，这两天是他女同志那个日子，他不太方便，他特别疼，不能下水。您看能不能让他在宿舍里边休息啊？我知道了。那您是批准了，谢谢书记。哎，回来回来回来，啊！你要干什么？哼，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到广播室，啊，把这两篇稿子念了再说。哈哈，啊。哦。哎，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呦，这位，我死我了，妈呀！谁不老？受不了了，这！赵新梅，你怎么不下来啊？我今天不太方便，牛书荣帮我请假去了。哎呀，你这个借口挺好的哈，你不方便。哎，我怎么没想到，我也不方便呢。哎，所有的女同志都不方便，这活没法干了。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这不是牛书荣的声音吗？有的人，赵金梅，你还在等他救你啊？人家在大喇叭后面念广播呢，谁管你呢？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减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把别人揍了。这样的同志，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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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吧，没事。没事吧？你脸色这么难看。你这么说，我没事。还说没事，出这么多汗，谁能告诉我他怎么回事？别问了。我非问。行了，你别干了，你上去吧。我不上去。这是命令，你上去。说了吗？没事儿。上去。哎呦，我让你上去是命令。你凭什么命令我？我还就告诉你，我赵新梅今天干的活，绝不会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少。行行行，行行行行，上去吧，上去吧。来来来，让你松手。那给我。给我拿。松手。哎呀！哎呀妈呀！
又是牛初龙，又是齐伟，小狐狸精还挺幸福的。你放下来！干什么？你既然拦不住我，我非得下水！我不能看着大伙干活，我一个人在岸上闲着。所有人都上来，都别干了！今天所有人上来。哎，怎么回事？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为什么不干了？书记，我听说牛书荣今天给他请假了，他今天不方便，为什么不准假？我为什么要准他假？有那么娇惯吗？农村娘们怎么样不都得干活啊？你看这么大的一片稻田啊，正是长粮食的时候，全指着这河沟里的水呢。你不干活将来吃什么？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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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干起来，快点！干什么？谁说不干了？哎，秋元，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你这是搞破坏，知道吗？我就搞破坏了，少出一下工怎么了？再干下去，他这条小命都得搭在里边。你别说的那么邪乎，我觉得秋月说的对。书记，你那么说话就不对了啊！就这核桃，是革命的财富，我们这些青年就不是革命的财富了啊！你这不是教条主义吗？对呀、啊，咱们知青也是革命的财富，是吧？我同意，不干了。我也不干了，不干了！下来，下来，下来！你们干什么？啊？要干什么？都下来！要造反是吧？我跟你说啊，每个人都给我写点啥。书记，你别发火，一人做事一人当，都是因为我。有没有好一点啊？来，我们喝口水吧。我没事。你也真是的，你都已经疼成这样了，怎么还能下水呢？不是跟你说让你等等我的吗？我都听到了，你在广播里呢。这个都怪我，我是真不知道书记他没给你假，我就应该回来看看你再去念稿子的。青梅。青梅，你是不是发烧了？怎么这么烫啊？哎，他要这么烧下去的话，不会烧成傻子吧？哎，我可听说高烧能导致心肌炎，说不定还能致命呢。你们帮我照顾他，我很快就回来。有大夫吗？我们的大夫都在开会呢，他没有专门。
不就是发烧吗？现在就等着吧。不是，不，新梅，新梅你怎么样了？你能听到说话吗？我已经不好了。我没事儿，没事儿。特别烫，烧得一定很厉害，这个怎么办呀？大夫，喊什么呀？喊什么呀？拿体温计来了吗？来，测量体温。哦，新梅，能量体温啊？都已经烧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量的呀？你别吓我，新梅，怎么办呀？着火！着火了！新梅，着火了！你别出声，新梅。怎么回事？哪着火了？大夫，他着火了。大夫，你快来看看他，他烧得特别厉害。赶紧打退烧针。咱们院里退烧针都用完了，这可怎么办？大夫，你可一定要救救他，大夫。那赶紧去县医院拿呀。真是天气。我去，我去。好，小伙子，我马上跟县医院联系。物理降温。来，进屋，进屋。都怪我，都怨我不好。我怎么先不看看你，再去念稿子呢？害得你病得那么严重。是，我要睡，睡是吧？新梅，你等一会儿啊，我很快就回来。那机器昨天坏了，烧不了热水，我们也没有水喝，让病人坚持一下吧。啊，这怎么坚持啊？你烧退了吗？吓死我了！我好多了，谢谢你啊。哎呀，别写了，你病刚好，别给自己累着了。再说了，这笔记又不是明天就交。哎，我没事的。你赶紧睡啊！没出息，不让你想写也写不成。这上面怎么写着于老三的名字啊？你不是在给你自己写检查？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是我连累了大家，所以我想着把所有人的检查都写了。这能行吗？这笔迹会被看出来的吧？所以啊，我管几个女知青要了笔，只要我写字的时候笔迹稍微变化一下，书记他看不出来。一个大队的检查笔记都由你一个人写，你非得累出毛病来不可呢。哎呀，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写吧，要不然我心里难受。那好吧。你这是干嘛呀，淑荣？劝是劝不动你的，我就跟你一起写呗。淑荣。你不用，不用跟我客气。这么自私。